备的一个教育啊。是的，为什么要提倡大家盖羽绒被？对，那我这边呢，就是说我们来模仿人体，在睡觉的时候呢，它会有发出每天呢150cc 的汗水，这些汗水怎么排出去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我这边是羽绒，这边是化纤。对，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是化纤。对，我们把它用一个玻璃罩把它盖住。是的，各位可以看一看啊，我这个背景可能会比较淡一点。哎，很明显，我其实已经看到了，吴先生，这儿已经是雾气了，就像人哈一口气一样，已经融融了。对，要知道到冬天肯定要保暖嘛。对，这一边呢还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羽绒被它吸气，然后会马上就把这个汗气呢把它排掉。这样的话，你盖的被子非常干爽。我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很明显了。我来摸一下，您看，您看。就像冬天您在玻璃窗上哈了口气，对，很快很迅速，这就是羽绒它的这个排汗性、排湿性的好的地方。对，反观你盖这个化纤被呢，它气排不出来，它所有的湿气呢都放在就存放在这个化纤被里头。这样的被子呢，你越盖湿度越高，那这样是不健康的。哎，好了，那刚才很多朋友可能会惦记着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的，我们之前要变个魔术的这个实验哈，对，来看一下，已经在现场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了。好，这个两个都是一样重量的，对，我们的羽绒，对不对，吴先生？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各位可能看不太很清楚，就是说你看，你看这个，我们这一个，在电热毯上面，就是模仿我们人的体温，你看这个羽绒就抛起来了。反观这个化纤呢，它呢还是扁扁的，为什么呢？因为羽绒它是立体纤维，它立体纤维它受到我们的热，它会把你的热保存在里面，所以它就是你那个身体发出来的热越多，它保存的越多，那你保暖性越高。是这样的话，就是被子会越蓬松，盖在身上会越轻盈，没错，更加的舒适，而对于您身体的保暖性也就更加的好了。没错，没错。而且其实我们这是90%的白鸭绒，没错，朵朵都是羽绒状的散养的鸭子羽，是的，所以给大家带来才是这样的好品质，没错。并且今天我们的奈斯迪的羽绒被子，它的工序也是非常的繁琐的。我们奈斯迪呢做了50年的羽绒啊，我们呢是用那个非常严谨的，我们呢用德国汉高的洗涤剂呢来做这个洗涤的工艺，然后15道工艺，这样把我们的羽绒呢洗得非常干净。其实我在现场没有闻到什么异味，对的，鸭子味道很少，尤其是农村散养的鸭子，因为它常常晒太阳，它常常游泳，所以它的羽绒呢非常的环保，非常的健康。我们赶紧要提示现在观众，大家要进行自动订购，因为现在全面的忙线当中啊，老顾客可以赶紧按下二键订购成功，再给您额外的5元积分，而且能够抢先把我们今天备货有限的被子给拿回去，因为今天真的是可以说是吴先生顶着这么大的压力给我们带来最后一波的实惠了。是的，过了这一块实惠，这一批的我们的奈斯迪的羽绒被销售完毕之后，这个价格肯定会有变动，没错，因为这个是一个现在的大形势，大家都知道。对，这是吴先生，谢谢您给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那么专享的这个优惠。其实呢，我们今年呢跟那个东方购物呢做了很长的一个交涉，就是说我们要涨价，但是东方购物为了让我们还没盖上羽绒被的这个各位会员呢，能够有一个最后一次机会来盖上羽绒被，所以我们还是跟去年的价格一样，我们送的依然赠送的这个赠品啊，依然非常丰富，而且我觉得床上四件套，今天这四件套颜色很好看，对，很温馨，很浪漫，很大气的一个粉红色大花的图形，非常的漂亮。是的，而且不仅送的东西品质好，我们主品品质就更加的没有说了。对，已经在之前东方购物销售那么长时间，20000多套的顾客享受到我们这样的优惠了。你看，现在在陈伟和吴先生面前的就是我们今天奈斯迪羽绒被，和这个是什么被子？这个也是羽绒被啊，这个也是羽绒被。我们的羽绒被国家呢没有一个很正确的标准，同样是90的，这边也是我们奈斯迪的90的。这边市面上卖的90的，你看它的洗标，它也是1100克，跟我们的无齿床是一样的。哎呦，这个检验羽绒被首先就要按。对，我看我给大家，我们把它按下去，看它的这个回弹性。对，看一下它的是不是它的蓬松度越好，它的回弹性就越快。没错，体积就越蓬松。没错，1300克的这样的一个6尺床的被子，你看我再摁，我就整个人给压下去。上来以后，对，所以选羽绒被呢，因为羽绒装在里头，你根本不清楚，所以你一定要找
专业的，你一定要找有品牌的，这样的选的羽绒被才是会给你提供一个睡眠的一个享受。无视床的今天只要798块钱，60张只要898块钱，全部在1000元以下。要知道市面上全部上千了，所以说大家为了冬天，为了保暖计划，为了家人的健康，今天赶紧要把这床被子拿回去。800-708-8000，手机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老顾客可以按下二键进行。